原标题，清朝灭亡后，满族八旗子弟纷纷改为汉姓，他们都是怎么改的？晚清时期，革命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理念，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辛亥革命后，满清政府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为了避免受到其余全国各族人民的仇视，满族人民纷纷将姓氏改为汉姓，并流散到了全国各地。到今天，满族人民早已经完美的融入了新中国，各民族和谐共处，共谋发展。那么，满族人的姓都是怎么改的呢？辛亥革命事实上，满清八旗子弟改汉姓的趋势并不是从清政府灭亡才开始的，早在乾隆年间，不少满族百姓就开始尝试将姓氏改为汉姓，但由于缺乏经验，改出来的汉姓往往闻所未闻，非常不规范。因此乾隆皇帝还曾下旨要求八旗子弟停止这种不规范的改姓。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满族百姓分为八旗，但却并不代表每一旗就只有一个姓氏。根据统计，八旗子弟出现过的姓氏共计有900多个，而除开皇族姓氏爱新觉罗外，清朝还有8个非常显赫的姓氏被俗称为满洲八大姓，这些姓氏分别是佟家氏、瓜尔家氏、马家氏、钮祜禄氏、那拉氏、富察氏、赫舍里氏、索绰罗氏。那么这些姓氏改为汉姓后都变成了什么呢？需要说明的是，满族人改汉姓都不是随意乱改，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实际上是用了取谐音和取意义两大原则。川岛芳子就照首先作为皇族姓氏的爱新觉罗，由于爱新在满语中是黄金的意思，因此多数人将汉姓改为了金姓，这是取意义原则的体现。像清朝格格女汉奸川岛芳子就是以金碧辉的名字活动的。佟家氏的佟家本来是地名，后来成为姓氏。民国之后，多数人取谐音改为了佟佟两姓。瓜尔家氏人口众多，根据地区不同，又有安图瓜尔家氏、苏丸瓜尔家氏等众多分支。实际上最开始满语中的瓜尔家被汉译为围绕菜园子的水沟和捣乱的意思，但瓜尔家氏族人不喜欢这种汉译，后来便逐渐从满族的各种文献中删掉了。瓜尔家氏族人改姓取谐音，将被受崇敬的人物关羽的关姓作为了姓氏，像现代著名影星关之琳就是瓜尔家氏。马家氏同样是以地为姓，后来改作了马麻等姓。钮祜禄氏中的钮祜禄与满语中的狼相近，从清朝中期开始便有不少人改姓为了狼，也有一部分人改姓为钮。康熙向那拉氏也是满洲一个大族，在明末时就已经有了叶赫那拉、哈达那拉、乌拉那拉、挥发那拉四大支系。清朝时期，那拉氏出现了众多皇帝后妃，后都改名为了那南等姓，现代著名歌手那英便是代表人物。富察氏作为女真时期最古老的姓氏之一，现在多改姓为富、富富等姓，这也是当今满族中除官姓之外最多的姓氏。赫舍里氏多数人改姓取谐音，现在多为李赫、和舍四种姓氏。索绰罗氏现多姓索曹石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实姓的来源竟然是大学士银河的高祖兜徒，因为在管理国库的时候一丝不苟，被康熙帝赐实姓，后来他的后裔便都以实为姓了。当然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作为当今中国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满族人将姓氏改为汉姓，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参考资料，清史稿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